后感觉腼腆腼腆，瘦了，而且感觉他是穿很多，他穿很多，飞檐走壁过来的，好像忍者，真的像忍者，走横的，走横的，他感觉有点像射箭的感觉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不能接受有海产这个人在里面哦。海产，怎么突然被你这样讲？如果海产头 K 上去，海产的脚没那么害羞。客户海产这两个拐瓜裂枣，敏浩，你不要这样子侮辱敏浩。对他用李敏浩的。敏浩没有啦，他不可能是海产。我跟你讲，他不会，因为海产的海产身材很差，但他身材其实算瘦小的，太瘦了啦。他说他蛮瘦的，他蛮瘦的，他不是海产。哎，一、二、三。他就是跟我一起演那个戏的那个男生，有演过戏。对啊，请自我介绍，自我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庭轩，然后我24岁，之前跟我们的班长卞庆华有演过一个 BL 剧。对，薛姐，我讲那 BL 剧，我就是我跟他一起演。所以你们两个是一对的吗？对，我们两个那时候在戏里面是算 CP。哎呦，你们是看现场，看现场。我们那部戏有一个蛮情色的台词，好，对，然后那时候可能需要一道墙，因为那是一个壁咚的场景。哎，说话你的手这样子就好了。啊，我的手，对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你给我 fight 就好，你给我 fight。哦，他的手，哦，还要假装靠着那个手，应该会。对对对对，可以过去一点吗？他们好，两个要打拳击哦。我在这边突然变很尴尬，我们两个要打架吗？没有，那一场戏就是这样子，那场戏就是我打算真的要把它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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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撕掉，对，干嘛干嘛撕了它一样子。啊，我就开始亲了，然后就开始乱亲一趴，对啊，哇，那场戏我记得我们大概亲了。20-30小时，20-30小时，20-30次，对，然后那时候导演就一直说他没有他要的感觉，然后就一直亲。那时候嘴巴都得唇炎，天哪，我真的跟他有革命情感，哇，因为那时候也一起去跑了蛮多海外的 fan， 对啊对啊，我刚革命伙伴，哇，可以吗？不错哈。可是给别人，我太矮了，对不对？我刚刚有听到那个条件，没有，没有，我觉得你他走可爱路线，我就没有喜欢很高的男生。对，我就说你高，我就说这个，所以你可以，你可以，但他很大方啦。哇哦！哎呦！哎呦！翻吗？我不知道哎，真的耶！也来一个，也来一个，不能输，不能输，不能输，是不是？哇，怎么老班长这么辛苦啊？每个都要，还是你直接让我当班长？当位。像哦，他直接叫你退休的。天哪！有点半个字，对不起，你们是不是拍戏有不开心？斌大哥，到现在在记仇啊！你真的要跳啊？真的要跳？认真吗？我们大家都我们在，你不要最后跳，然后出来是跳这个呢？不会，又要跳，手一定要叫，不要酝酿，最后又要叫我们出去叫。对啊，要酝酿一下哦，来喽，好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要出来叫呀。佩姐，不好意思，我先点播那个浓妆摇滚。对，我要佩姐，你现场唱吗？要原唱。哇！哇！我要叫他上你现场，免费的演唱会。好好好，来咯。Four, three, two, one, go! Disco dance， 让我躲在黑夜里。不要让你看到我流泪，哭泣的脸。跳的你哎，我是看你那个演唱会的学的。哎呦，好有心哦！哇，天哪，演唱会有跳的那么糟哦！而且 wave， 你刚上一梅姐，你看她的 wave， 她刚你在跟谁？她超奇怪，什么意思啊？在哪？她去哪？你要去哪里啦？你蚯蚓啊！侧面给你的 wave 啦，你 wave 一下，你 wave 一下啦 ，Go， 你跟 wave， 你先 wave， 哒哒哒哒哒哒。哦，你说这个是？对，他威武，他威武，原来是长相，原来这个动作是长相。哦，金梅姐真厉害，原来是长相，老美。
对，怎么差那么多？好，换你，换你。换我吗？换我吗？变大哥来。我直接换，我直接换。这屁股要很灵活哎。这怎么这是老大？他那个是健身完要那个，刚练完肩膀要收操了。是大鲶鱼了，章鱼胃腹。银轩或胃腹吗？我们一起胃腹。好，五六七八，等。你这是什么？算了啦，你看，算了啦，上帝也不是都公平。你有胸肌，你有胸肌，你刚刚 wave 我看出来你胸肌的那个肌肉的运作，集中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好，我们要来投票了，那么请四位呢？哇，好紧张啊！面对导播，面对那个镜头，对对对，来请。哦哦哦，好的，强。强强感觉就会选刚刚变魔术的，我也觉得，对，都是快把人家遮了，刚刚都勾成那样子，还就选他，不选人家合理吗？他现在要遮一遍了，他摸，他刚刚都摸一轮，哎，可以了，我直播间回去开始在摸了吗？怎么我都没感觉，还没有，他没有摸到，他不会摸去那边，哎，嗯，想摸吗？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还要再摸吗？欸、没事，还要摸吗？还要拖，要来拖。没事没事，哎。好了，哎呦，换主厨了，哇哦！哎呦哎呦，哇，印主好漂亮，身材真好，真的。Oh my！ 哎，有时候是同情啦，我知道。真的，怎么会这样？有情吗？不要，我觉得很残忍哎，真的很残忍啦。要揭晓了，那我们要恭喜二号庭轩，请出列。嗯，我没有票吗？哦，对。哎，变大哥，变大哥，哎，可以张眼睛，可以张眼睛，对对对，他是他脸就睡着了，不要难过。好了好了，给他票了。等一下，是啊，好可怜哦。我还是要给最年纪轻的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，老板？哦，我们老板有愿意，就是给他一个下一次，下一次再来。当然，我们还是要听大家。印竹，你这一票为什么要给他？我选大根，因为我觉得就是，毕竟因为你想着大飞嘛，不是，毕竟我是想投大飞，但他没来。哦，我还要讲说，今天印竹是全场最漂亮的女人了呢。有眼光，没有啦。其实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男班长嘛，毕竟就是我觉得会能言善道，然后可以反应很快，然后每个东西都可以有自己的一番的见解，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。然后加上他，就是我觉得才艺也很加分，就是在各个环境之下，我觉得他都可以很快速的跟大家建立起桥梁。嗯，对，所以我投大根。嗯，大哥很热情的，我就投那魔术师，因为我就看他刚的身，因为蛮明显的，因为他身体真的是不错，他其实是有练，而且他其实是高的，因为我说男生比较高，他其实是高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对，蛮明显。对，他有这个身材，我觉得这个可以让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感觉啦，感受啦，而且我心电感应，我觉得蛮有趣的。对啊。哦，我选舒婷的原因是因为我女大有专门在做，比如身体保养跟健身类的主题嘛，我们就是常常会有人需要去教我们怎么锻炼身体跟健康类，所以我觉得她是很适合的。嗯，对啊。好的，所以呢，女人呢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的麻烦，那么的难懂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男人呢也常常呢，觉得女人很难搞，多看女人我最大，多接触女人我最大，你就觉得很多事情都解决了，好不好？那就欢迎我们的金班长。